国语真正袂完啊！国语真正。五百，五百好啦。你若干那虾啊，无只上，五百咧。五百只咧。你讲这个无用，太无事，就袂完，无买三国三百块了啦，三百。今年啊。今年三百。哪一天会在彰化？礼拜六。礼拜六。哎，小妹，海龟鸡吧，有人来无？这五斤海龟鸡吼，它变一斤的肉嘞。五斤海龟鸡变一斤的肉，你等于你搞蒸蛋，你要做炒饭蒸的，这么简单嘞。做海产鸡、海产外墙，买两包了啊，一包卖200，两包卖400，这两包卖300，300块了。200好了。两包200块，海瓜子哦。来捧到捧到。无人啊，无人来，个海龟子都无人来，真有人来。这边唱啊，唱你去死就唱。来，我食咩来？我食啥？我无食物件。无食物件，我要开花。来，你食啥？你食啦？哎呀，问你话，问过唔？你喉咙渴啊？这一盘多少？8500，七只。好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四叠五百。分手招，削平招。这样那边会讲吗？哎，
可以买四只可以吗？这个买四只。250。好。来，快点。找你钱哦，来给你。你要一份什么？米秀，你要一份什么？100，贡丸在哪里？哦，你要鳕鱼 ，OK。那个米秀直接过来拿啊、哦，直接过来就不要留了。这礼拜不行哦。一包200，一包200啦，包200块，这里来，过200吗？这种钓鱼呢，两百好了。两百好了。
的料子。要结果啦，能爆红。吉姆，我叫人两包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你要食啥？几年货？要啥啊？我三只五百块，一尾金花的，金花你三倍，三只五百。好，好，好，感谢谢。安尼无啊？无无无无。好，我食啥几？没啦。虾子，这个一盒300。这个虾子一盒。300。给你。300。来。好。
分第三。下边一百。樱花虾皮，那是樱花虾皮。你刚才留一份海瓜子，刚才留一份海瓜子在后面的。好，好，你现在拿过来了，海瓜子，300块，来300块，好 ，OK。香芋你要不要一箱？一箱800，七支300。对，一箱800。要不要？香哥要。七支300。嗯。香哥哎。有还点较俗的。一首啊，一首，相遇。对，800好不好？一首啊。这个是相遇，比较小只啊，那个比较大只的，大只的800。下一个细只有两个。相遇箱。你要箱子还是袋子？都可以哦，那就箱子帮你装起好不好？待会回去再把它打开了。小心拿、谢谢。OK， 这是比较大只的，好像是那个比较小只。好。没有章鱼脚。